这是草根男和凶残女联手掀翻高富帅裂土封疆的铁血奋斗故事。这是草根男用一生的信任、宠爱、承诺给妻子缝制一件华丽嫁衣的浪漫故事。若是将来我变心了呢？爱慕富贵了呢？爱慕天底下女子最高的位置呢？你是骂我下贱，还是你若想当皇后，我就造反；你若想要去看天下的景致或辞官，无论你变成毒妇、妒妇，还是贪恋富贵的女子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如飞花随风散落，残梦吧，相思为尘沙。宁表小姐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倔强坚毅、名垂青史的灵魂，且看她如何破外祖家的算计，脚踹情深款款的表哥，对抗来势汹汹的表嫂，择婿轿夫一手抓，最终富贵家婿一道收。欢迎大家收听由巨五八音乐制作多人演播的长篇小说剧《家婿》，作者叶惠美，懒人听书原创录制。特别鸣谢多位主播参与本书录制，以出场顺序为先。孟东儒，你认错人了，逆子，逆子。优雅，你打算再同我为敌？宁师妹，为何当初不肯嫁给我？小渣渣，即便将来我娶不到宁小姐，我也会帮她。宁小姐是我身上的逆鳞，谁碰谁死。马局，喂，你下手太狠了。江南本世子来了，美人儿，本世子来了。铃木，大夫吩咐让您趁热喝，菊儿也是太夫人的孙子。陆九，宁表姐，这事儿可不能胡说的。知晓你爱笑爱说，但你不能拿薛姐姐的好脾气胡闹。木南，她这是依附伯爵过活的表小姐，哪一家表小姐像她一样？你拉我做什么？表妹，哼。易清晨，相公让我照看宁表妹，往后啊，宁表妹再出门，可得提前同我说一声。心念，宁表妹认识他？你怎么同这样鄙俗之人说话？时辰不早了，咱们该回伯爵府了，也省得外祖母挂念。六苏，表姐以为这次会出什么题目？阿弥陀佛，佛曰不可说。侄子，本公主说让他们进来，难道父皇认为女儿会为了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杀戮百姓？岁月不诉衷尘妄，若明心情伤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孙，虚无长呼才难当，总回首不见归乡。若君安魂梦绕已不忘，虚无长呼才难当，总回首不见归乡。若君安魂